尼天南达，大家好，我是玛尼天开拉萨南达。我的师父尼夏南达大师呢，是印度教神湿婆神的转世，是在沙凡达。在这个录像中呢，给大家公布一个惊爆的好消息，也是非常的措手不及。是大师刚才在开示的时候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然后就宣布的。所以包括我们所有的桑嘎的工作人员呢，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惊喜。大师说呢 ，Paramashivoham 第二级的这个项目呢，将要举办了，它的日期呢是从3月20号到4月4号，也就是我们的 Pachipatini Vradam 的截止日。所以这段时间呢 ，Paramashiva 终于做好了准备，开始给人类的超意识觉醒的提升了。所以呢，这个重大的消息，我们一定要让自己所有身边的人都知道，因为它的参加方式非常简单，你只要从自己的家就可以进行，就可以参加。当然，你也可以到你就近的寺庙。寺院去参加。如果你在家参加这个项目呢，你要保证你所在的房间是完全的纯净的这个环境，没有任何的这个灵性的污染，然后呢也没有这个睡眠。所以呢，你如果要休息呢，你要去其他的房间，这个房间只是你和大师之间的灵性的提升的一个巨大的能量场。所以呢，这段时间所有的同修，你首先就是所有得知这个消息的人，你一定要参加，这个就是已经是Paramashiva 给你发的邀请了。再有呢，就是你要把这段时间的时间安排出来，不要让自己有任何的工作或者是其他的安排，让自己静静的静心的和 Paramashiva 一起度过这段珍贵的时间，这十几天16天的时间。大师在开示中讲呢，这个16天之后呢，你将会消失，你将会不存在。也就是说，如果你记得现在的你是谁，你心中所有的思维、你的人生观、你的所有的模式不圆满，到这16天之后呢，你就会被 Paramashiva 彻底的洗礼，成为一个新的存在的境界，那就是 Paramashiva 本人。这样，你就会显化 Paramashiva。所以呢，它是至今为止地球上最强大的灵性的项目。然后大师讲呢，是 Paramashiva。发的请柬 ，Paramashiva 给的门票。所以，如果你这段时间有任何的阻碍，不能让你参加这个项目，你都要知道，这就是玛雅在阻碍你的灵性提升，这就是所谓的恶魔的显化。所以，你一定要让自己有最高的清晰度，让自己斩破所有的阻碍呢，都要来参加这个项目，因为它对我们的意义呢，是无法用任何的物质、金钱。所有的你所能想到的有价值的东西都无法去跟这个课程相提并论。你的灵性的提升是你在地球上唯一的目的，你来到地球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见到 Paramashiva， 为了自己的开悟。所以呢，这个项目就是在给你的在整个宇宙中的存在的一个最终的答复。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讲呢，你的所有的工作呀、家人呢、你的所有的这些安排都不足挂齿，都没有任何的意义，这样都可以放下。包括你的工作，如果老板不给你假呢，你可以辞职的。之后呢，你的人生是将不可预测的，你要知道自己人生是无价的。如果你是 Paramashiva 显化的人类呢，你要知道人生，你就是人生的宠儿，这样你所想要的一切在这个项目之后呢都可以显化。所以不需要担心有任何的阻碍，你就让自己做 Tiaga， 放下它就行了。这个我说话是有保证的。如果你能够为了这个是这个上这个课程放下任何的东西呢，大师都一定会给你更好的，并且他也会把它给你。如果你呢因为你的玛雅呢放下大师，那么你连玛雅的这些你也得不到。这个是之前大师跟我们讲过 Krishna， 他教导自己身边的人的这样的一句真言，就是如果你为我牺牲，我不仅仅不会让你牺牲，我还会把我给你。如果你牺牲我呢，你想要得到的也得不到，这就是人生的真谛。因为 Paramashiva 就是人生最终极的，你不选他就是不选择人生，不选择他呢就是选择死亡，这样。所以呢，在这个录像中给大家加油打气。所有的同修在收到这个请柬呢，你都要在 nityananda.university.org/daily-satsang 这个链接呢去注册。然后呢，我会把这个链接呢放在文字栏当中。它的付款方式呢，大师所讲的就是非常的悬了，就是所有参加过21天大课的同修都是免费的。
当然你可以以自己的心意捐赠，你愿意捐赠多少都可以。当然对于有一些人呢，大师说他会开价的，而且这个价钱不一定会开到多少，可能会要你20万美金啊、或者是要你多少钱这样啊、他就说我想到什么我就会要这样。然后呢也可能有一些人有条件的上课，你上的好呢会把钱还给你。所以我们就看大师在未来的这两天怎么显化这个现实了。请大家呢所有的同修加入到我们华人的微信群，拭目以待。所有的人呢都积极的立即的就是竖起耳朵收听这个群里发布的任何的讯息，先注册，先做好你的准备，这样。感谢大家，你天能登。